大家好，我是小邹。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我身旁的这款哪吒 X 的试驾以及评测。这款车型其实大家看它像是一款新车型，但是看到这个侧面又觉得它不像一款新车型，因为这个侧面它跟之前的哪吒 U 车型几乎长得是完全一样的，只是这个前脸部分哪吒 X 车型换装了这种哪吒家族现在最新的设计语言，这种分体式的大灯在哪吒 S 以及哪吒 GT 车型上都有应用。它换去了曾经那个哪吒 U 车型使用的贯穿式的灯组，那个灯组确实是辨识度很高，但是稍显复杂，现在这种简约的设计比较流行，它也追随了这个设计语言。其实总的来看，这款哪吒 X 车型它的外观没有发生什么本质性的变化，那我们去车内看看，那里边的变化可大了去了。这款哪吒 X 车型它的内饰风格相较于之前的哪吒 U2 那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车型使用的是那种双联屏式的设计，当然很多车型都使用那种风格，但现在由于这种智能化的需要，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开始使用这种大屏式的，就像一块 iPad 直接立在这里。哪吒 X 车型它的这个液晶仪表进行了简化，也就是现在只能显示一些比较基础的信息，像以前那些动画这个上面就显示不了了，但是它在旁边的这块屏幕中用了左右分区的这种方式，把大多数的功能全部集成在了这块屏幕上，而且用了很多新颖的手法。现在使用这种平板大屏已经成为了一种车内智能座舱的发展趋势。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大屏它的显示效果确实要比之前那种带鱼屏显示的要更加丰富，因为那种带鱼屏它主要是屏比较窄，你要是显示一些辅助驾驶啊，还有一些更多的娱乐功能，那是没法进行一个完美的呈现的。至于我们看到这块屏幕啊，它的这个显示效果，左边主要是一些行车信息，比如说辅助驾驶的显示，还有娱乐信息的一些比如说小的集成，右边这块还是以地图来打底。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底下有这种快捷按键，也是现在很多车型普遍的使用的。有一些车型把快捷按键是放在屏幕的左侧，可能更倾向于驾驶员这边，但是放在底部的话，这种它的显示效果会更加的好，因为方便于大家的盲操作。现在哪吒 X 车型的这个方向盘也更加趋向于哪吒 S 车型它的那种风格，现在这种设计就是两边的滚轮可以来控制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外后视镜折叠以及其他的一些比较方便的调节，这种把实体按键减到最少的方式也是现在一种大势所趋，是不是很实用，这个由大家来定。像哪吒 X 这款车型，它的相较于此前版本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升级，是在它的辅助驾驶部分。我们这款车型是拥有高速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以及自动泊车这方面的功能，因为这款车型它使用的是一个Mobileye Q4 的方案，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现在众多的合资车型以及自主品牌车型都在使用这一套Mobileye 的黑盒方案，就是可以有基础的 ACC 自适应巡航以及车道偏离预警。当然这套功能现在是没法支持高速领航，像哪吒品牌现在对于智能驾驶也有着比较长远的规划，比如说 2.5 3.0 这些，他们今后可以会用上地平线征程3以及英伟达的芯片。但是这款车型由于它的定位就是10万级左右的车型，它现在没有更多丰富的功能，但是已经有了一个 L2 级的比较基础的功能，这是一个对于同级车型来说已经是一种降维打击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了，这款车型使用的是 Mobileye Q4， 是用在它的辅助驾驶部分，它的自动泊车部分是用了地平线的征程3芯片。这款芯片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有所耳闻，之前的理想 ONE 啊，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很多自主品牌车型都在使用这款芯片，只是哪吒 X 这款车型使用了一颗，所以只能是在停车这个部分它进行一个规控算法的运行。像现在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型也都在使用这种带有自动泊车的模式，但他们用的大多都是德州仪器用的那个 TDA4 的芯片，但是像在哪吒 X 这块就使用了一款中国自主的芯片来做这个自动泊车。其实现在地平线他们在这种辅助驾驶啊，以及智能泊车，还有更高阶的辅助驾驶方面，甚至自动驾驶方面，都有一些长远的规划。像哪吒还有其他的自主品牌车型，也会把越来越多的地平线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应用在他们的车型上。哪吒 X 这款车型开启辅助驾驶的方式，就是像很多新能源车一样，摁两下这个怀挡，向下拨两下就可以开启，高速的辅助驾驶。现在它的这个功能只能是用在跟车以及对于车道的偏离预警方面，它也有一定的纠偏功能。哪吒 X 这款车型它拥有的是一个前向的单目摄像头以及4个环视摄像头，但这款车型并没有搭载前向的毫米波雷达，大部分车型就是做辅助驾驶的都有这个前向毫米波雷达，但是哪吒 X 只用了一枚单目摄像头就把这个功能都实现了。而且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它对于这种车距的把控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这个车距可以调整为3档，
但即便到了这个离车最近的那一档啊，它的这个跟车距离其实还是比较远的，但是在堵车的时候跟车距离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虽然它用的是这个比较基础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但是它对于交通标志的识别啊，以及一些横穿的还有周边的一些预警做的还都是比较周全的。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看到，就是路面上限速80或者限速100的标志，它在识别到之后都可以在屏幕的左侧这个位置有一个自己的显示。虽然它对于这个车速啊，它不是太能自己控制，需要我们再通过方向盘的这个左侧来调整车速，但是它能识别出来，其实可以进行一个预警的这种功能。像哪吒 X 使用的这个 Mobileye Q4 的方案，我们可以从这个屏幕中还可以调节其他的这些功能，比如说交通标志识别的打开，还有其他的一些横穿预警啊，还有开门预警的这些，它都有进行了标配。而且这款车型我们在实际的驾驶过程中发现，它的辅助驾驶识别是非常准确的。对于比如说前面一些大车呀，还有一些车辆的紧急加塞儿，在这个行进过程中，它都能进行一些避让。同时，比如说前向的这个车辆还没有进行减速，而它再往前的车辆开始减速，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个哪吒 X 可能是可以看到一些更远的车型，它会跟着已经进行一些相应的减速。这种它的这种预判断的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在体验完了高速的辅助驾驶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款车型的自动泊车功能，这也是那颗地平线征程三芯片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款车型的自动泊车是可以通过语音来自动调出的。你好，哪吒，打开自动泊车。当我们唤醒哪吒以后，它的这个自动泊车功能以及周边的视角会呈现在屏幕上。我们可以在此时进行低速的行驶，它开始自动找车位。之后，它的这种自动泊车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再来到车外进行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这次哪吒 X 外观进行了一个小改，而内饰进行了大幅的增配，相比于之前的哪吒 U 车型，而且它的内饰的这种设计风格也都有了一定的变化。同时，在功能方面给予了消费者更多这种实际的配置。当然，现在新势力造车在车内部分卷的都非常厉害，哪吒 X 这一次也交出了自己的答案。好了，感谢收看这次视频，下期再会。